常特别，这是我在滑板就是大型比赛第一次得到金牌，很沉，非常非常沉。因为刚开始我爸玩，然后呢疫情的时候我就拿他的一个滑板，就给我就一见钟情，然后就特别喜欢，然后就每天都滑，每天都滑，进步也特别快，滑一年就参加了全国第一的那种比赛，然后就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反正现在还是特别特别喜欢。因为他刚开始接触就开了一个滑板店，然后呢我后来滑，然后他又开了更多的滑板店，然后呢我们一起然后滑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，特别感谢他。就去参加上奥运会，巴黎奥运会。